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大兴。今天我和我的队友们来到了唯一越南的沙巴。OK， 现在我们上这巴士，这个是 sleeping bus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床位的。我们要前往沙巴，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。Hello Hello， 哇，第一次尝试这个 sleeping bus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超过一个钟。我要去拿鞋。现在我们在 sleeping bus 上面了，我们要前往沙巴。这个路程呢需要四个小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 sleeping bus 的状况。不错的一个体验，车上还能够充电，很舒服的一个旅程啊。我们的队友都在休息了。你看，我们一个队友坐在路中间，美女，你坐在路中间干嘛？你跟我讲，我讲太空吧。OK， 我们待会再见。现在我们到了休息站这边，我们要下去上个厕所。对呀，这边的鞋子可以穿，这样就不必麻烦穿我们的鞋子。哇，我们在休息站这边找一点东西吃。哇，这里吃的东西好像很特别，什么都想试一下。这个呢？刚刚的哈诺，我们坐了大概五个小时的巴士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沙巴这边。现在我们 check in 了 hotel 过后，我们就来沙巴套这边走走。这里晚上非常的热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
奶。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我在越南沙巴酒店的阳台外面，在我身后的就是猫反西班的日出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蛮漂亮的。大家早安，早安。两个你们喜欢哪个？我们要去爬的是这个，还是那个？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还没成就，就我一个人是更火。现在大家都在 hotel 前面这边等着巴士来，我们要准备去我们今天的行程。出发啦！出发啦！哎，大家早上好！我们要出发了，大家紧不紧张啊？期不期待啊？OK 的，我们现在出发啦！现在我们到了这个 Ranger Station， 这边就是我们的 starting point 啦。OK， 现在我们到了 Chuhi 这边，大家都在准备着我们今天的行程。我们今天的行程大概要爬半个小时，从海拔1900到2800米。我们的队友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这里风也蛮大。OK， 现在我们在 Chuhi 这边在准备着我们今天的行程。在我身后的就是猫反西半，大家看一下，很大的雾水，希望今天有好天气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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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
哎。他确实很小心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出发了。哎呀，汤要送走了没？OK， 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行程。从这里 starting point 海拔1900米，我们今天需要爬升到2800米的 base camp。都光快哦，我想来拜了都。现在我们在过这个小小的桥，
们爬上去。行。牛母牛叫唔过吗？好，这个纯牛嚟啊！现在我们的队友半路断了，就师傅再帮他看一下有什么方法 DIY 一下，用绳子绑一下。所以说爬山一定要带比较好的带，会太短你背了长不用紧，因为 你可以现在大家在这边休息，吃一点东西。我都三年了，那个人头啊，我买了，我买了的。睇个搭，睇个白色仔头先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们 on track 的时候，经过这边有一条河，这条河也蛮美，下给大家看一下啊、哦。哇，水很干净啊。但是我们这边的翻岛也不建议我们喝这边的水啦，可能为了安全的问题吧。这边有一个 viewpoint， 大家在这边拍照。明天穿红色。OK， 现在是11:40，我们到了 Base Camp One。Hello， 师傅。Hello， 哇！你们到了几个钟啦？衣服都干了。哎呀，不是我煮饭了，今天可惜。这里就是 Base Camp One， 我们会在这里吃午餐。Hello 。Hello。Hello。现在我们在这边休息煮咖啡喝。红色，去外面坐。
现在我们的午餐来了，OK， 我们在 Camp One 这边吃过了午餐过后，要继续我们的行程，我们要往 Base Camp 前进。我们在Camp One 这边一出发没多久就开始上山了，而且斜度也是蛮斜的。在我身后呢就是梵西班的山顶，也是我们的 target， 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很大的雾水上面。呢度仲靓啊！哇，靓啊，靓啊！呢度仲靓啊！全部逼晒嗰度睇。哇！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风景。嗯。哇！太漂亮了。美啊！美。美。美。啊！现在我们上这条铁楼梯，这条铁楼梯非常的直，给大家看一下上面，哇！蛮斜啊，看看我们这边的山岛在抽烟。哇，棒棒 ，good， 哇，这里是一个很斜的斜坡。OK， 我们终于上完了。你讲了。啊，还有十五分钟。还有十五分钟的平路，我们就到 campsite。哎。加油加油，还有几步。哇。前面就是平路了。这些楼梯真的好斜啊。哇，好长的楼梯路啊。加油。现在是3:15。我们终于到了 Base Camp， 耶！
我们到啦。我们到了，你们到了几久啊？吓死你！也没有几久，十分钟。哇！这里就是 base camp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终于到了，过了无数个山头，到了，爬了无数的楼梯级，我们终于到了。耶，到了！谢谢你们，哎，终于到了啦！电脑没电。哇，在做梦啊！在煮咖啡啊，休息一下。喝咖啡时间。OK， 现在上面那边肯定也是有包热水给我们。去看一下肯定什么状况。好的。现在我们要去这个肯定这边看看。你有没有？来了呢！你有没有？我洗衣服。哇！全部来这边取暖。嗯，我们来这里煮饭。来这边煮饭。来。太阳。这边就是 base camp 的厨房，他们在准备着我们的晚餐。现在大家都在这边喝茶，烧水包好了。好，水包就包好 good。现在可以吃饭了，哇，很香的米饭呐、啊，热辣辣的。吃饭喽，吃饭喽。哇，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怎么样 ？OK 吗？丰富吗？太好了哦。哎，吃饭吃饭，大家吃饭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就是 base camp 晚上的情况。房间也是这样的，大概四到五个人一个房间。啊，杰瑞你还没有来哦。有很多条件啊。大家都已经在休息了，其实现在还是很早。6:38。房间就是这样。很多睡美人在这里。对了，大概四到五个人一间房。OK， 早点休息，不打扰你们。晚安，师傅。晚安，美女们。早晨啊，大家。一定好好瞓咧，唔使开冷气。
现在他们正在为我们准备着早餐。早餐没见到。吃早餐，吃早餐！哇，今天早餐我们吃什么？吃素肉的。啊，很冷的天气，蛮不错。这刚讲高逼的，嘿，嗯，要不要高逼？哎，你自己 OK。现在大家都准备在登顶，雾水很大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小时四十分，已经看到了山顶的建筑物，证明说我们已经离山顶不远了。哎，谢谢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耶！大家不要，大家先不要开心哦，我们很早到了哦。来来来，我们去登顶登顶。那没有水泡，唔使惊。来来来，哎哎，去哪里？现在我们要上去，我们上去还需要走一个大百级的楼梯。刚刚是日出哦，好美的日出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我正前方有个大佛，等一下我们上去拍给大家看啦。来这边来，欢喜分享你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条楼梯，也很吓人一下。哇，很斜。山顶，恭喜大家登顶成功！来，登顶成功，登顶成功！攻完顶了，现在要走路去 cable car station。哇，今天很冷啊！
很大风啊，真的很冷啊，不是开玩笑。上面也不能逗留太久，因为那个风真的是太大了。攻顶成功啦！很冷，很大风啊，真的很冷啊，很美，很壮观，很壮观。Hello， 我影相咗嘅系咪 ？OK， 好难揿，要揿到两张。攻顶成功 ！OK OK。唉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 Cable Car Station 这边。Hello， 恭喜恭喜，再一次恭喜大家登顶成功！谢谢，谢谢。现在我们登了顶下来，在 Cable Car Station 这边等着 Cable Car 下山，来到反西半，一定要 try 一下这边的 Cable Car。你看这个人很冷，快点跑！下山喽、哦，下山喽、哦！爬山以来最轻松下山的一次啊，坐 cable car 下山。Cable car 可以装完我们二十多个人了，大家来开这边来。啊，也是劲！哇，下山好辛苦啊。我们从那边爬上来的。对啊，我们是从那边爬上来的。你看，我们经过多少个山头才上得去。哦哦哦哦。温度呢？你说的。那是温度。啊，你好，你这个插到进来。包柴过来，包柴过来，我包柴。啊，包柴的。啊，对。我清楚不？整整一柴过来我。好啊，柴咩？啊，一路整啊，也唔想都整稻米啊，呀，稻米糊了。整柴。哎呀。Thank you.
吃饭。冒返失败顺利完成，而今天的影片也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大家是喜欢今天的影片的，请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出去，别忘记按起小铃铛哦，那么你就不会错过下一个影片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